到台北，很高兴来这里。那这不会很腻？不要抢我的话，这是我点的，不是我点的。你看这边看到了什么？所以我这一个大佬的脚正对我，让我很不开心。不开心。家里的那个喇叭，玩那个飞机的，阿哥最怕的，他有愤怒值在里